学佛人要知道，钱能买到美味，但不一定能够买到你的胃口。钱能买到书籍，但不能买到知识。钱能买到时装，但不能买到你的美丽。钱能买到玫瑰，但不一定能够买到爱情。钱能买到朋友，但不能买到友谊。钱能够买到药品，但是买不到健康。钱能买来钟表，但买不到时光啊。所以台长为什么要劝学佛人珍惜时间呢？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，珍惜时间的人会拥有生命啊。放下很多不该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会自然。人生为什么要追求这么多啊？为什么放不下？佛说，不是放不下，是因缘未到，因缘成熟，自然放下。